慧萍，你知道人很奇怪哦，就是说，也许你设定的样子是这样的样子，可是呢，在别人眼中，其实你都是定型的。对呀，其实我自己深受这个困扰。你什么困扰？因为人家看到我的外形，但吸引过来，但是他喜欢我这个样子嘛，但吸引过来发觉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所以就常常会吸引错的人来嘛，所以有点诈骗集团，不有理，这就是因为被定型的关系。如果我是男生哈，我看你会觉得你看起来是文静而贤惠的类型，我是有文静贤惠，但是还有其他面，你是说嚣张跋扈，就是很大小姐的那一面。我可能是有时候也很活泼啊呀，甚至有点挑皮刁钻这样子，很淘气，很淘气，刁钻，刁钻，整人呐、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爱吓人。我再问一下七位宅男，就还没有变身之前呢，这四位，你觉得哪一位最入你的眼？哇塞，最有吸引，最新鲜，就对了。你们三大有一个拍摄，拍摄高，对呀，事业线第一名啊，对。哪一位的造型是你觉得现在还是重缺吗？重缺还没还没，你一定要 Q 来宾，你也要一二三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呀！达标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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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眼镜也值钱的是谁啊？这么长的毛可怜，怎么会？他们好歹都有露出美腿，只有你穿的一个像睡衣。好，拉起来。哦，对，拉一下。我觉得睡得好黑哦。男生好像没有不喜欢长裙，是不是？男生看不懂、啊，男生是看不懂长裙，看不懂，对不对？碎花裙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因为长裙阻碍了你们眼光吗？来来来，站出来，邀请。快把姐妹要你干嘛？我很难得这么大方。对对，来来来，撩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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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拉起来，套住头。干嘛？是你第一名，就再拉高一点。其实我必须告诉你，他本来呢是不会被选为最惨的，都是因为你有来的缘故。哦，是不是这样？对，原来是我收工了，是吧？那我先离开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别抢座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跟你没关系。好惨哦。那你真正的希望是想要变成谁呢？变成谁呀？变成谁我倒没有想过，可是我希望我的形象是很时尚，就是在让大家的眼里感觉我是很时尚。那可能真的要先离婚哦。我们也有时尚的阿伯啊，对不对？是老公的关系吗？因为你可能有一个比较重的负担啊，时尚，而且你还有一个渴望是性感人妻。对，我喜欢性感的感觉，可以吗？性感可以吗？哦，当然好啊，真的 OK OK， 今天没有。最好换一个嘛，哈。他等离婚等很久了，我跟你讲。但是 OK 的。不是，我想穿比基尼也等很久了。啊，是待会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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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讲。我一直严格禁止啊。他不行，没关系，我们也并不想看，对周杰伦并没有关系。来，王思佳，你想要变成谁呢？我觉得我可能一直都穿的比较就是性感一点，对，然后所以我觉得可以穿的端庄一点。那没有人要看哎，但我觉得如果是女教师那一种，哇，我觉得那个麻辣才会有人看，没有麻辣就没有，它就是反差很大，有人看吗？
眼镜戴眼镜。我看过王思佳出道的照片哈，他很像谁出道的照片呢？谁？于浩然。好巧哦，就是两个都是走那种乖乖的路线，结果怎么会一个变成这样？我真的觉得我入错行了，有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。对对，有点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所以你希望再变得端庄一点哈。那小辣椒维如呢？是。因为我平常给人家感觉就是可爱，然后因为我平常在化再浓的妆或者穿的再性感，就是都性感不起来，就很像小朋友，很奇怪，就很像小孩装大人的感觉，所以就很想要一直突破。对，所以你们两个要 PK 性感啊？不会吧？就是我当然性感，可是有点有个性，坏坏的，偏有个性，摇滚摇滚。他其实他一直想要强调自己的个性，个性。维如嘛，我看他很多年，可是问题是我一直误以为他还不到25岁。对啊，他们也一直以为说这三位中你的年龄跟他们最接近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不是的，是最远的吗？对，他搞不好到40岁还是这样。可是我说真的，四位女生里面最符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的那个。那个感觉气质单纯，维如最符合，对不对？扎马尾就是演高中生还可以，对对对，就那种气质。好，至于年纪已经过了，不会不会，因为你看起来不像，看起来还是很年轻。好，但是我希望突破。那可是你知道这里面最年轻的是谁吗？我知道，自己挥手，该不会是我吧？很危险吗？是我。哎，瑶瑶，如果我们说他走傻妹路线，应该没有人会反对，对不对？不会。可是在走啦。可是你是内心深处你希望？我一直觉得说，其实我就算是穿得好好、漂漂亮亮，感觉你讲话就也很像蠢妞的感觉，就可能我讲话方式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子很大啦啦的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是有那种气质名媛的感觉。哎呦，画什么画什么？图书馆啊。那瑶瑶，你可不可以？我给你30秒时间，你可不可以讲出几句比较有气质的话？无边无际的海岸线。哦，有这算。让我心中辽阔了起来，仿佛。完了，完了，仿佛见到鬼了。仿佛看到海普开天辟地那个光景。哇塞，可以的啦，各位都有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嘛。我们制作单位呢也请了这个名师来重金礼聘，要打造你们变成一种大家想象不到的样子。开心吗？好期待哦，好期待哦。我们今天准备了4位，但刚好可以帮他们4位打造。要打造成什么样子呢？来 Tony， 你觉得亚兰适合变什么样子会跟宅男们比较接近？亚兰，其实我今天看到亚兰跟我在电视上看到她的其实不太一样。不太一样哦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讲真的，我变不好还是好？真的假的？谢谢老师。那我觉得我觉得其实你的脸是可以露出来，因为你的脸型是好看的，而且其实你的肤色是很漂亮的。对啊，我最近晒好黑哦。那个至于人肤的部分，你就不要理他了啦。因为就是可能有人肤让你的衣服都穿的是碎花，所以看起来不太时尚。所以今天樊慧老师应该会帮你完成你心目中想要的那个范围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卖个关子，你要变成时尚比较时尚的样子嘛哈。每一个人有他样子，但是我们重金礼聘来的名师，包括 Tony， 包括樊伟，还有一位神秘的人物。那么我们手上呢，有该不是聪明哥吧？大小姐进化问公王，你们还不知道他的存在哦。那其中有一位呢，要由这一位呢身价非常高的人物来打造哦。我这里有4张牌，好，来，你把它请大家抽一下，你们抽，来洗牌哦，哈，抽到国王牌的。由我们神秘人物重金礼聘的大师来打造，哇塞，哇塞，这个比较厉害啊，其实比较厉害，好可怕，天哪，拿去整人的吗？不是整人的吗？没有，我们请来这位呢，他曾经是国际知名的，真的，就这个啦，这不是整人的，好。1、2、3，请翻牌。是谁？啊！恭喜！谢谢，谢谢。大师是谁？大师是谁？大师是谁？大师，真的，好 lucky 哦！我先宣布，其他的3位呢，他们是由 Tony 来打造他的发型的。
那当然不用担心，四位的造型呢都是由犀利人妻的最佳造型师对，这一点你不用担心。担心，但是会抽到国王牌的，他的发型是由谁打理的呢？答案呢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啊，从法国回来的 Monique。Monique， 但这个发型呢是我的英文名，就变 Monique。哦，我是挂文名 M O N I Q U E， yeah。Monique， 好吗？哇，哎，那你是姓白吗？北 Monique， 白布尔。不是高兴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不是，我觉得有缘，你知道？我刚你们高兴吗？比了一下，我对你头发最有 feel 了。大家都平平狮子座，拜托。当然。我刚看头发，我有 feel， 我有 feel， 真的两失相斗必有一伤。不是你跌骨就是我跌骨，当然没有问题，拜托，绝不会让你跌骨，放心。我有 feel 啊，我知道帮他这么做。有 feel， 我有先铺路，因为这样可能就被他们知道了。你们两个慢慢去这个讨论啊。啊，对，那我要开始。首先啊，我们要先改造曾雅兰。请Tony 开始。好，我帮雅兰先把她的卷度先调整一下，因为要不要来管一点鞋？曾雅兰赖维如现场大改造，全场惊呼声不断。你打算在造型上有什么样的改造？我至少让她回到。哇！我再帮他在头发上面上一点点胶。老师，你下手很重哎。老师，你现在弄完他的特写，感觉好像。